好，打给后，不知道，觉得这开场超没梗的，不知道想什么。总之就是大家好，对，那反正依照惯例嘛，因为要 release party 的就是要来打广告。那因为前面两个 conference 都没有 lighting talk， 所以我只好在这边打广告。对，总之就是后天就是那个我们 Ubuntu 15.04 release party。嘛，四月就 release 了，结果拖到六月中的时候，实在是因为最近遭逢一些莫名其妙变故，有点忙。对，那刚好因为那个15号啊，是我们那个 Ubuntu 台湾成立10周年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提前一天，对，也没有提前很久，就提前一天来，就是来庆祝 Ubuntu TW 成立10周年。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会有蛋糕，那因为我个人美工不好，所以我只有单纯画个 logo， 然后上面写 Ubuntu TW 是 TH Anniversary 这样子。对，那总之就是我们依照惯例就是要放在这张图，那个来参加吧。我们那个就是后天下午两点半到那个五点半在这边。对，那。因为为了这次活动，所以我拐了 Ted 多买两张桌子。明天预计大概4-5点的时候会运桌子过来，希望。感谢 Ted， 请感谢 Ted， 因为我只负责说我要买桌子，钱是 Ted 出的。下来了。也没什么好爆料的，我今天才是讲说，我们今天去买桌子好不好？不，我明天去买桌子好不好？对啊，那所以虽然说现在报名名额已经满，我们可能因为多了两张桌子，我们明天有机会再多，就是再开放10个人报名。那有谁如果现在还没报名的话，就是可以密切注意，可能明天会再加开10个。对对对，那一样依照惯例就是说 ，the race party 基本上就是一个聊天大会啦。那因为有加那个 Ubuntu TW 十周年。所以会有多蛋糕可以切，然后我们想要就是继续延续那个去上一次的 release party， 就是再加一个那个 install phase。那当然不会就是 install phase 不会是主轴，就是总之就是你可以带着饼店过来，或带任何奇怪机器过来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楼下买一台饼店过来，然后现场重灌成 Ubuntu， 或者你要灌双系统都可以。对，我们就基本上就会帮你看一下这样子。对，那先讲哦，如果你要灌双系统，或者是你要砍掉重要资料，请先留好备份，我们不负责救援。对，我们不负责救援。对，但我们会帮你看一下流程，如果说你流程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。对，那当然就是我们基本上会大概收50元的参加费，主要是比如说蛋糕钱啊，不过上次好像也说要收这个钱，结果最后也是直接丢进勾掉的那个捐款项里面，所以这个50元 maybe 我可能拿去补贴我的蛋糕钱， maybe 可能直接丢进了勾掉的赞助箱里面，我不知道，看我们那天应该是丢赞助箱的、啊、蛋糕也没多少钱、欸、对，好，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要来的话不要吃太饱，不要走错路，记得那个我们楼下有那个什么中央助听器，对不对？对，中央助听器那个楼梯，你可以看到楼梯上面有贴那个求连姐，谁啊？连姐，好，等一下，先等我把刚刚那个入口讲完嘛。那个我们楼梯上面有贴那个 Foxy 啦，就可以知道是那个不是 Foxy， 有贴那个火狐的图，那是什么海报？十周年海报嘛，拿来切的嘛，是不是？忘记了，完全没有吗？是有公鸟的。对，公鸟的那个公鸟 logo 切出来，就贴一层贴在楼梯上面。对，那因为其实转个头就看得很明显，所以拜托请转个头看一下，是不是那个楼梯？很明显，对，那个网址就是 ubuntu-tw.kkdix.cc/events/urptw1504。 对，那这次没有说网址，因为好像不需要，识别度有够啦。对，那
就是希望可以在礼拜天下午见到大家。好，谢谢。